超过了2000万的粮食。我们来开始测臭氧。近距离我们也先测一下，看它能会不会产生臭氧。现在就是在三十毫米这样，30毫米测起来是有臭氧，但是也不高。好，我们给它拉到3公分处测试。没有了。可以说它是零臭氧。